那时候我们才上课，然后到底到学校里面，然后看到那个对面那边的铁轨那边，有一辆车卡在那边，啊，卡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就跟旁边这位同学，然后我们就先跳出去，然后先去把他推开，翻墙出去救他，当时你怎么救他？先把车推到安全处，帮他推车，对，那时候他的车是不能动，还是他的车已经熄火。